韩式自助烧烤店，无限吃到饱。大家好，我是 Sharo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探店啦。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一家马六甲的韩式自助烧烤店，首都宫 BBQ Buffet。 听说里面有超多不同的食材和饮料选择，无限吃到饱。但是这家店在网上的评分算蛮低的，而且对这家店的评论和评分有点奇怪，有的人觉得很好吃，下次还想去，但是有些人又认为比起价钱，食物的选择太少了，而且食物不好吃。 Anyway， 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家店到底是怎么样的。
们吃饱啦。之前首都宫 BBQ 补费目前是每天都有营业，没有休息日。那它的价格在每个时段是不一样的。午餐的营业时间是1点到5点，大人的话是43令吉加，小孩的话是21块半加。晚餐的时间的话是在下午5点到晚上11点，大人48令吉加，小孩24令吉加。那如果是公共假期和周末的话，价格就会高一点点，大人是52令吉加，小孩是26令吉加。这个价钱是包括店里所有的食物和饮料，当然那是除了酒类的。至于用餐限制的时间，他们是限制2小时，对于自助餐来说很充分了。喜欢吃韩国食物的朋友，这间店肯定会刚你的胃口哦，而且还能一次过吃到饱。只是因为是自助式的，所以是不能提前预约的，周末的时候真的很多人，可能就需要排队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很多人在网上评论说不值得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自助式餐厅一旦多人，食物选择的数量就很难保证，加上它的熟食都是煮好了放在外面供顾客选择的，所以就很容易冷掉。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比较会在周末和公共假期人多的时候遇到，我们是工作日去的，而且时间也比较早，所以都没怎么遇到这些问题。如果是下午来可能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晚上尤其是迟一点，大概是7、8点，这样就很多人。还有一点也是很多人 complain 的，就是桌子和桌子之间的距离算是比较靠近，所以可能会比较尴尬一点，但是我觉得还好耶，正常的餐厅不都是这样的距离吗？这间店就在 Goda Laksama 的奶茶街最前面那排，和 Family Mart 同一排的角落间，非常好找，晚上拍上去也是很好看。听说楼上正在装修，之后会有新的 cafe 开张哦。今天就先这样啦，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评论、订阅一下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